我看错你了。在冯旭的攻势下，渐渐地放弃了挣扎。不要！不要停！不要！红着脸，闭上眼睛，心跳加速。闭上眼睛。放开他！好，放开他！好，松开。站住！我欺负我自己的人，放开！太早了！本来文上亲上去呢，亲上住口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不住口！放开他！我说不好意思，同现在玉峰哥散了，你是来看热闹的吗？包括回你的手指那些，还有你，叶总。